奉劝你一句，偏离而行，当心拿不到飞土令，还丢了性命。我已经传给了你一些斗技，或许能激发你自身的斗技。你的枪法招式很扎实，若手斗气的话，葛冰未必是你的对手。激发斗气，你有星级，娘终于爆发斗气了。 天资不错，娘，可惜以你这样的方法，想要成为超凡，难如登天。只要有一点心，我都会拼尽全力。 战斗到最后一刻吧，我会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红山府。 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守住河，救出了红山王子。守护好我们的红山国，是我对抗魔族的使命。不许，绝不放弃。